人死了，尸体如何处理？有土葬、火葬等，现在又有了殡葬。死亡是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结局，在我国古代基本都是土葬，而西方国家则很早就流行了火葬。相比土葬，它更加节约土地，更加环保，因此被引进了国内。但现在又有了更加先进、更加环保的殡葬，而且已经在我国武汉试点。何谓殡葬？就是用零下100多度的液态氮将尸体冰封起来，一段时间过后，尸体就会变得非常脆，再用机器震碎，然后再用真空机器吸干水分，最后只留下一堆骨灰粉末，这就是殡葬。相比火葬，它更加环保，因为火葬难免会产生二氧化碳等气体，会污染环境。但是现在殡葬的技术还不够成熟，比较费时，而且费用昂贵，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。如果强行推广开来，绝大部分人都会死不起。对于殡葬，你有何想说的呢？欢迎留言探讨。